周三，在福建泉州进行的第22届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赛男子组八强战中，爆出最大冷门。宁波大学96-86力克卫冕冠军北京大学，队史首次挺进 CUBA 四强。至此，北大男篮遗憾出局 ，CBA 榜眼秀祝明镇和八号秀张宁就这样结束了 CUBA 大学球员生涯，带着些许遗憾、歉意、不舍，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CUBA 的毕业旅行结束了。可能还是没有做好准备吧，但是事已至此了，那就对，应该开启下一个篇章了。对，确实就是结果可能就不太好了，但是没办法，青春吧，就这样。就是可能感觉有些抱歉吧，就是系列赛打得不是非常好，就是作为老队员没有发挥出自己应该有的应该有的那个状态吧，所以也希望他们能在新的越来越好，也希望北大球队以后能再次站上顶峰吧。有着北大双子星称号的祝明镇张宁，八强赛这场比赛两人合计34次出手仅10中，出战34分钟，祝明镇16次出手命中5球，三分线外8投2中得到14分，而张宁全场出手高达18次命中5球，三分线外更是只有11投1中的表现。其实早在上一场16进8的比赛中，他们就把比赛拖入加时才涉险过关的。可能整个系列赛可能状态调整都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自己这么一路打过来也是在积极调整，但可能调整的结果就是没有那么理想吧。但其实之前就我们球队之前训练时间可能相对较短，然后这种状态起伏可能确实是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可能自己可能准备还是不足吧。其实集训的相对比较晚吧，可能是大概是7月份的时候在集结，然后因为那时候主要是已经知道了比赛，确定比赛在8月份，然后那时候就提前在赛前1个月左右时间，就是做一个短期的一个集训吧。竞技体育的残酷就是如此，但结束也意味着新的开始。在北京大学与宁波大学8进4比赛的当天，中国篮协公示了新一届国家男篮集训队人员名单，2020年 CBA 榜眼秀祝明镇位列其中。我是就赛前看了消息吧，然后队友也有告诉我，对，当时也挺怎么说，挺意外的这样。对，肯定是非常期待能有这次，就是这次机会，肯定是非常的高兴吧。然后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就是能像。就是很多在这些赛已经站稳脚跟的球员学习嘛，然后就提高自己吧，希望自己能尽早的适应职业联赛吧。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请你为我骄傲鼓掌。今天我将要走向这胜利，很高兴龙狮俱乐部能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能相信我，然后我也很希望在新的舞台能尽早的就是证明自己吧。郭指导也是冠军教练吧，然后我希望能在郭指导的手下学点东西，然后能提升自己。有没有期待跟郭凯在场上同时出现的一刻，或者面对万胜伟当然有期待，因为现在大学生球员进入的联赛越来越多，也很希望能跟他们在新的平台上交手吧。祝明镇，北京大学男篮队员，24岁，身高1米97，体重105公斤，司职前锋，身体对抗能力出色，投篮手感柔和，情绪控制能力强，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你几乎看不到他脸上有过多的表情。今年是他 CUBA 的毕业季，五年大学生球员生涯，他场均得到11.4分，抢下3.2个篮板，帮助北京大学拿下3届 CUBA 总冠军。张宁，著名镇北大男篮队友，这次选秀他被山西男篮在首轮第8顺位选中，参与活动多，技术特点不适合打 CBA 等舆论，让这位8号秀没进联盟就话题多多。有很多质疑声嘛，包括然后很多人也把我推到了这个风口浪尖之上嘛。对，因为但是这个东西我不避讳，我也就很喜欢大家的关注嘛，因为对，但是呢，我是一名什么样的球员呢？我不像是像比如说去年邵杰啊，然后包括今年状元欧俊炫呀，包括威廉什么朱松伟，他们都不是肉眼都有这个肉眼可见的天赋，但我相反完全不是。我从我大一进入北京大学开始之后，我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打破质疑，然后一点点去证明自己那种球员，所以。到了 CBA 赛场也是，我也是从头开始，然后一点点去证明，一点点去打破质疑。青年才俊们在未来的 CBA 舞台上、赛场上，能够给我们多一些。将与兄弟一起踏上梦想的职业赛场，毕业季最后一次做队友，以后俩人就是对手了。张宁他也，我觉得，该怎么说？就是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在更高的平台上，就是在不同球队都能打出自己的风格吧。北大双子星张宁和祝明镇自高中开始就认识，那时候他们是对手，上了北大成为队友，并肩作战5年时间。如今即将踏上职业赛场的舞台，青春不散场，看看他们身着北大球衣，作为队友一起采访、一起欢闹的时刻。球技是一个非常精湛，射术精准，都是球员，然后也是，打球也是很有经验，但也就是学习能力也很强，就是学东方也都很快，颜值可能虽然跟我比较差，但是也还不错吧，也能算后打。在球队上的角度是对手，但是在这个人生当中不一定就是对手，但也是对手，也是队友嘛，也是兄弟。因为从这个2011年的时候，从我跟威廉第一次认识到现在，已经有了9年快10年时间了。我们俩第一次正式打那个比赛的照片，我一直有留的。对，从那个初高中开始，我们俩就是对位，一直对位。然后我们俩打了4年的对手，然后包括现在到北大就当了5年的队友，就太了解彼此，了解彼此了。对，因为所以我还是祝我们一起越来越好吧，然后远离伤病，然后希望我们能无论是走到哪一步，走到这个球队中，就互相能有联系，互相问候。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请你为我骄傲鼓掌。从 CBA 到 CBA 需要一定时间。一段时间的适应，我觉得就是希望能尽快适应吧。大学生球员越来越多，我就是非常，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变化吧。我觉得以后希望越来越多，现在碰上自己的校友们吧。啊，想在每个失败的时候迎来祝福目光，懂得幸福就是彼此依靠的肩膀。说到这个威廉，我一点不惧怕在明年的赛场遇到威廉，因为我太了解他了。对，因为我太了解他了，扎稳脚跟吧。我觉得一步一步来，然后，从头开始了。我需要一点点打破质疑，然后一点点就再去重新的去证明我自己。对。比赛进行到今天呢，4强球队已经全部产生。其实除了祝明镇、张宁，还有很多球员可能都面临着要告别 CUBA 的赛场了。不过就像我身后的主题一样，青春不散场， CUBA 绝对不是他们梦想的终点，而是有更大的舞台在等待着他们。也非常希望未来可以在 CBA 的赛场上见到更多来自 CUBA 的少年们。
大家好，我是华夏大学男篮十号孟翔。回顾这五年，其实很幸运，就是我俩到现在这五年没有复制我们前辈的辉煌成绩，但是我们也用尽了拼命的全力。我们就是我们球队就有一个，就一句话，就从上面一直传下来，就先打球，先做人。就篮球教给我的不光是技战术的东西，它更重要的就是教会了我一些做人的道理。就包括很多，这个也不好说嘛。但是确实，在各方面，球技成长是次要的，因为打球你也是不能打一辈子，但你人际这一块是一直会往后进行下去的。所以，我也很感谢我学校嘛，然后教会我这么多东西。五年 CUBA 生涯。孟翔带领着他的华侨男篮两次进入全国八强，52场比赛砍下934分 ，CUBA 历史得分第八，华侨大学队史第三。1997年出生的孟翔，身高1.95米，有着精准的外线投射能力。孟翔入校时正值九冠王华侨大学的低谷期，彼时球队决定将孟翔作为核心球员培养。五年的时间。华侨大学重返 CUBA 一流球队，因为华大是一个九冠王嘛，我从我入学开始就没有再接触过这种好的名次，然后尤其是去年嘛，本来我们字面实力相对比较强，然后也是就是爆冷出局嘛，也是就是很耻辱的事情嘛，因为华大参加这么多年22年，没有那么发生过这种事情，然后就最后一年就想带好嘛，就不想让华大从我这一届去掉下来嘛，就是。触底了就要我们尽量再把它反弹上来了。你希望把这种就是团队手续的责任扛在肩上，你不觉得太辛苦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因为华大从大一开始让我打首发，打主力，就是不限制我的东西，任何所有东西，就是我该回报他们的东西，我该回馈一些东西，就是给他们。也许对于孟翔来说，他的最后一个 CUBA 赛季算不上太完美。在1/4的比赛里，他们遭遇了夺冠热门清华大学。虽然华侨大学在比赛中一度领先21分，但下半场面对清华大学的强力反扑，孟翔在第三节就犯满离场，华侨大学也遗憾地止步八强。这一刻对孟翔来说是一段青春的结束，这一刻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现在是新世纪俱乐部选择了来自华侨大学的孟翔，东道主孟翔，听起来有点像主场夺冠，恭喜孟翔，同时也恭喜深圳新世纪好俱乐部，有请两位朋友兄弟。肯定有反差嘛，在 CUBA 都是就是球队。比较主要的进攻队员，你到 CBA 可能一开始的话，你要从配角开始做起，是脏活累活防守啊，然后这些东西做起，你可能接球就在场上，你也是一个无球跑动者，你也不是个持球点怎么样，这些都已经调整好了，因为就把自己放低嘛，一点点去向他们学习一点进步嘛，然后尽快融入 CBA 这个赛场。我看你的谈话对自己未来职业生涯还是很自信的，这种自信源于什么？其实也不是说自信嘛，就是也是把心态放平嘛，我没有想着我去了就要怎么样，就要打好，然后打主力或赚多少钱，就做好自己，然后这也是一份就是经历嘛，然后把这一份经历做好。CUBA 跨到 CBA 的话，一拍一拍就把 CUBA 做好以后，我就要去 CBA 把自己做好。显然孟翔已经做好了走向职业赛场的准备，但作为华侨大学历史上首位 CBA 球员，他的肩上也将担负起更多的期望。希望打给华为发球两次，也是华大的光荣。我希望他走向那个西北王了以后呢，发挥他的特点，这个不断进步，争取在西北站住脚吧，每一年 CUBA 的赛场，既有全新梦想的起航，也有离别的不舍与感伤。在与宁波大学的16进8比赛里，汕头大学的朱松伟出战31分钟，尽管他已经拼尽全力砍下19分，但球队还是没能赢球。
其实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遗憾，没有带领自己的队伍，然后最后一年没有走到就是一个佳绩吧，对，就是没有创历史，对，我也非常觉得遗憾。然后我也非常感谢所有队员，没有队员的努力还扶持，我也不会走到现在。对，我主要还是比较喜欢我们这个队的氛围。对，身高2.05米的朱松伟，司职大前锋。1996年出生的他，不仅有着俊朗的外表，出色的身体条件与弹跳能力，也让他受到了职业俱乐部的青睐。在刚刚结束的 CBA 选秀大会中，朱松伟在第一轮第四顺位被四川队选中。汕头大学的主教练比尔也对自己的爱徒有着很高的期待。You know, the sky's the limit with him. He's a very, very talented player. You know, he can shoot the three, he can put it on the floor, he can play many positions. But he has a skill capacity to play, definitely play in the CBA, and who knows what beyond that. I'm sure Sichuan will be happy with the player. 四川的工程部选择来自汕头大学的朱松伟。高校的对手朱松伟在 CBA 当中打平凉风下19.6分。7.6篮板，2.8助攻，恭喜朱松伟，同时也恭喜等杰总选到自己心仪的球员。哎，有请两位合影留念。其实刚开始其实没有对自己就是抱太大的期望，对，也是去尝试嘛，然后去争取是比较靠前的，但也没想到是这么靠前就能选中我，然后。其实心里其实想的也没有这么多，因为现在毕竟也在 CUBA 打 CUBA 期间，然后主要的还是把心思放在就是最后一年这个 CUBA 比赛中吧。带着遗憾离开 CUBA 赛场的舞台，虽有不舍，却依旧要着眼前方。在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朱松伟也为自己设立了第一个小目标。就是第一个小目标，就是在这个球队里面贡献出自己的能力，让大家都能看到我，对，为这个球队带来帮助。本赛季的 CUBA 采用了赛会制，32强开始就进行残酷的淘汰赛，这也让很多球队在小组赛时就着眼淘汰赛的对手。但在8月20日进行的一场小组赛中，广东工业大学与江西师范大学两支球队为了避免过早在淘汰赛遇到强敌，则开始了消极比赛。事件发生后，联赛组委会第一时间进行调查，并做出了取消两队比赛成绩的处罚。这场这个最后的认定呢，还是从我们主办方来讲呢，我们还是依靠这个比赛的组委会，组委会的裁判长、比赛监督和一些专家的团队，我们提出了对他们提出了要求。作为主办方来讲，我们对违反赛风赛纪的问题向来是零容忍的。在他们组委会的专家团队认定为他们消极比赛之后呢，我们就根据全国学校体育的这个处罚条例。做出了相应的处罚，赛风赛纪这块作为主办方，我们向来是零容忍，绝对不姑息的。处罚结果的出炉也对后面的赛程发生了影响，本来在淘汰赛首轮不敌广东工业大学的山西大学，重新回到赛场，在与上海交通大学的16进8比赛中，刚刚在选秀大会被北控队选中的李瑞带领山西大学大比分战胜对手，闯进8强。选秀回来后的李瑞在这场比赛似乎提前展现了自己职业球员的水准，全场比赛他得到22分、10个篮板的两双数据。我们也不负众望，拿下了8强。然后之后我毕业了，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吧。我的学弟们都非常优秀，我希望他们都越来越好。完了也都进入职业队，我们一块儿前进。纸短情长，关于 CUBA 赛场的告别夹杂着太多与众不同的情感，比如最后一战独得39分的刘毅。主要没有赢球挺难受的，你得到的时候最后没有赢球，没有任何意义，估计得消化几天。青春嘛，青春总有遗憾啊。比如继续为家乡球队效力的程锋。2分由上，10号打手犯规，加罚一。
首先是开心嘛，因为能为家乡出力，然后也感谢他福建群星嘛，然后给我这次机会，因为很难得能为自己家乡，然后也很自豪，因为今年的级别嘛，福建群星虽然有些起伏，但是也打得挺满意的，对，然后下赛季再接再厉，看能不能创更好的成绩。比如希望带着冠军奔向职业赛场的郑奇龙，清华大学这几年我们一起拼搏都不错，成绩也还行。我呢就是带着这份成绩呢，我现在已经就是奔向职业赛场了，然后我希望今后我们球队的成绩也是能一直保持这样高的水平，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队员也能来到 CBA。还有那些虽然没能直接走向职业赛场，却依旧怀揣着篮球梦的年轻人，离开 CUBA， 舞台不分大小，执着的梦想拥有同样的分量。